这里有一个广顺的郭老官啊，郑哥，刚刚电话联系说滚龙这个房子，哎，还付八千。你是什么想法？你说一下嘛。我有想就把那房子来搞起来，把他那房子搞起来。我投机就八千块钱。八千块钱。如果说他要耍脾气。然后我的车子咯，他就说剩到的啥子说啥子，就是说用不得的材料我都拿去走。我是这样，首先感谢郑哥的这个好意啊，就是我的想法是这样的，郭老板啊，其实我搞卧龙居这个从开始到现在，有很多像郑哥一样的都愿意出一点钱啊，帮滚龙修，包括有一些之前加了微信的，都已经把钱转给我，我都退了的，知道吧？因为，我们不能以这样的方式收任何粉丝还有大哥的钱，然后都是我在出这个钱，为什么我在出呢？我可以拍视频，同时我给他相处也很久了，其实这个人很好啊，就是心灵呢。就当着滚龙说清楚，滚龙过来，过来啊。郑哥说要出八千块钱，你坐在这里啊，坐在这里。说要出八千块钱，我相信你肯定是开心的。但是我们做这样的事情，我们不能去收大哥们的钱，知道吧？任何钱都不能收，包括以前有大哥说要出，我也没有收，是我自己掏腰包来修的，知道吧？好，我的说吧，杨哥。是这样的，人家帮助你这个问题肯定要谢谢人家，但是说你不谢谢人家，你还骂人家那种就不对了吧？对，没有骂呀，我谢了的呀。但是像追梦醒不要钱，我说我骂了的，我没骂人呐。追梦醒你要给他道个歉，我说到了，对了，都要了，都要了，欠了。杨哥这里我也说好了，我的想法是这样啊，杨哥这里我也说好了，任何人要经过我手来帮他，我是不能这样去做的。同时也存在一些，有可能你这件事情本来好事你做不好，就变相的做出一些不好的事情。比如说你自愿八千，其他还有大哥，万一这个钱我没有花到这个上面，我自己拿去用了呢？存在这样的一些情况，以前其他人存在过，所以说我们都所有都没有收，知道吧？大哥可以理解吗？郑哥可以理解吗？所以说这个钱滚龙也能不能理解？就郑哥这个钱，郑哥，我们已经心领了，心领了，对，材料是够了，就是差助攻的人了，助攻的人他不答应。我去，你算了，你又投资钱，你就不去了，你就不去了，不要不去了。贴地板砖可以哦。贴地板砖可以。不是，说四川话，哎呀，我贴地板砖瓷片都可以，哎呀，砌砖抹灰。还有说他是不要钱的，是这样的。那不然，以后就是说在这个砖上口头协议，这没签进合同的，家饭和衣服。吃饭在哪吃？吃饭在哪里吃？在他这里。吃饭就是说。我们在街上去吃。你有没有车？你开车？哎呦，带他去吃，然后呢，就是再每天给他买两包烟，知道吧？或者坐他的车，给他25块钱一个来回，他是这样操作的。天天要跟工人发烟的嘛，他们不抽烟又是没精神，就往那吃不包。一天一条烟，你随便发一条。就这样，而且同时呢，我们这个做就是我们还是想着大家没视频拍去做，大家都有视频拍，这是其一。其二呢，现在粉丝们就是从我视频下面评论啊点赞看得出来，很多人还不想去搞他这个房子，我心里面也在纠结啊。第三，还要追梦行伤好了没有，追梦行愿不愿意。今天晚上怎么没看到追梦行呢？追梦行刚刚中午我联系了的，中午联系了的，他没过来。对，我也过来了，他说了这个问题，他现在因为拍视频没有钱，西瓜账号被安排了。啊，没事。然后呢，没事，安排的西瓜账号都在，西瓜账号基本上都安排了。还有个事情，我说叫小鱼，小鱼在哪里？在这里了，不是，就是跟我跑车。小鱼给你跑车，每个月3500包吃包住，包吃包住，你可以拍视频，对吧？小鱼可以，
你可以想一想这个问题。对，就是我也想给小，跑长途，跑长途。你听我说啊，就是我也在想这个问题。每天他在帮我加字幕，然后挺影响他的工作的。他自己，那他会字幕？他加字幕嘛，帮我，挺影响他的工作。你自己就要考虑，如果你想自己单独做这一块，然后或者是郑哥这里跑车，你也可以拍，你自己考虑，你要给他商量，对吧？那就是。好，这个视频我们也不多拍了嘛，反正就是郑哥说出8000块钱给周桂龙，这个周桂龙还有我们三个人当着面说了，所有的钱要通过我的手，我都是不接受的，对，我都不接受的。如果你们私下有些大哥要得听我说完嘛，郑哥，私下有些大哥想帮助周桂龙，你们私人，比如说。哎，周桂龙，我给你8000，你自己去搞，这个和我没有牵扯的，我这个我也管不了。但是你信不信任他是你们的事情，对不对？啊，就是这样的啊，当着他的面也说了啊，这个视频就拍到这里，好吧？好，好，拜拜。嗯，拜拜，拜拜，拜拜。好。